这个是我新到货的东西，它是一种紫色的蟹子，那它叫吸血鬼恶魔，那它的产地是在印尼爪哇的西拉卡佩附近，它最大差不多2公分，2公分到2.2公分而已，它是紫色的哦。紫色的身体，黄色的眼睛，然后贝壳会带点黄色。它是一种侏儒蟹，可是它现在有点那个快灭绝，因为它的原栖息地有点遭到生态破坏，所以它数量一直在减少当中。很像假的哦，可是它是淡水的，它不是海水，超可爱的，我一直在找这种东西。